然后首先是那个拉伸跟压缩的那个曲线，对。对，这，你大概长这样。然后有，我要开 Simple QB 那个吗？就一开始。然后它阿热会越来越多，然后最后都集中，最后都慢慢集中在那个中间之后，就开始拉断。哦，拉断。对。Okay. 然后它会先在这边形成一个那个孔洞，类似孔洞的东西。等一下，这边会先原子聚集起来之后，这边就会开始有孔洞。Okay. 然后看起来。对，有结晶析出还是什么吗？嗯，我看不出来析出诶、欸，我不知道析出怎么看，要像那个陈学长那样子。对啊，好，按摩我们求的是什么 ？CSRO， 我们 Fortune Go 都有写。嗯，我看到这边恐龙，对，然后就慢慢它就断掉了。OK， 那配合的我们通常 Stress 跟 Strength 上面会。拉断大概怎么样？会配合特殊的 strain 的变化，要把它的形貌画出来。你要选哪几点？哦，比如说最高点，或是孔，应该这一点，大约0.4这一点。还有没有？然后还有这一点吗？最低的这点，这个完全都没有实验值可以比对吗？对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因为它主要是它的那个热电性质。对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没有，135是那个啦，那个我这个是第135步画出来的。对，啊，之后还有吗？就断了。对，它其实在这边，其实我觉得这不算断掉哎、欸，它其实还有一些原子连在一起。那你要等它全部原子分开吗？对，你看一下种类，好，先不要秀这个。哦，好。你有看出什么吗？我目前这样看是没有。可能要用析出的那个去看才知道，看到就出了。析出的，然后现在结果我们 potential 就这样认定了。好，先不管。好，那你去找一下文献上面类似这种比较 smooth 没有 drop 的材料。嗯。你看一下他们怎么叙述的，你帮我叙述一下。好好好，了解。改成我们自己的系统啊。好。好。然后昨天你传给我那 CSV 是不是有一点点问题？因为有一些 Elastic Content 我看好几千哦，负的好几千哦。对，是因为程式写错吗？我现在我目前在把它重算一次，这个吗？是这一笔吗？对啊，就原始资料就这么大。对。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这种比例的，因为我那时候训练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那个 AG 跟 AG MNGE SB， 要不是就是不同的比例，要不然就是趋近的比例。但我没有训练 AG 跟 SB， 或者是 MN 跟 GE，
相同的比例。看这样应该也没问题。我不知道，我可能我这笔我可能要再看一下。对，这笔我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你人工打的吗？还是用 Pro 去抓的？用人工打的。啊、这笔要不要叫出来看一下？240/50/50/50。对，哎 ，load 吧。一开始先 back relax 嘛 ，minimize。对，没错。啊，他最后有 minimize 成功吗？有。因为我 minimize 只是设5万步，对。看一下，不是那个，对不对？initial log 呢？啊 ，minimize 值是在哪里？啊，这张对了。这边。Energy tolerance， 所以你这个 energy tolerance， 你 tolerance 是得多少？你在 minimize 的时候是设定多少 ？Energy 要什么都要停下来。我当，哎、欸，等下，他当掉了，嗯，什么？来这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没有做到？你买是？你刚不是有 script 吗？就是呀。没有、欸，他看起来没有做 minimax。是没做吗？差不多，我今天超档。一早。阿普买，所以你阿普买在哪里？在上面。他这样看起来是好像没有，我没有看到 minimax 是那个。但是他，你这个 elastic 点应该会有，应该会 minimax 才开始。对它做一些拉伸或压缩或血耳，才能求助这些膝关弯、膝关节啊。嗯，是上面拉上到上面。哦，上不去，荡掉了。哦，应该这个。也不是这个 ，elastic 点一吧。嗯。哎呀，慢一点。哦，耶。就是，没有，这 WS。
等下这 eToto 跟 fToto 的胜率是多少？十的一的负十，对，这个应该算蛮小的 ，D max 吗？好吧，你再把它设小一点吧，那个有问题的 case， 好，试看看吧。其他那看起来正常，应该还算。就是主要是这样比，对不对？欸、好，那我就主要这样比来计算。然后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公式，这些公式的我们都有求了吗 ？C3 有都哎、欸、没有啊 ，C3 没有、啊。哎、欸，最后 output 是有了吗？应该是差不多，会不会差不多？但是这个材料。要够大才会差不多。最后只有 output C11、C12 跟 C44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C11 是三个方向平均，是？你、欸、问自己有办法把它全部 write 出来吗？可以，对，你在下面自己 print， 对，直接把这个 print 一下好了，哦，就全部都把它用出来，欸、好，那我等一下再算一次 ，OK， 那表格要你要改，你有看到 paper 上面 machine learning 出来，比如说你这边有五元啊，五元的不同比例会配出到底是不是 mechanical stable 或是 non stable 的区域。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方式表示这样的概念？我看人家 machine learning 的 paper 有些图画的非常的复杂。那我们现在是根据这五元的比例会，我现在在写一个 TensorFlow ANN 的图嘛。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给它不同的比例，就可以突出这些 C11、C12、C44， 然后看这个比例到底是不是稳定。有没有办法分出这两个区块来？其实我也想到这个问题。应该可以，但我需要做更多比例，就是你说二元的当然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二元的 x 轴，就是应用多少？这个 element A 这边 element B， 你就可以画，比如说画两个区域，这个线的左下角的配方就是不稳定。右上角就是稳定，类似这种。那如果是五元的话，这种 hyper service 叫什么？超平面。因为我现在最多只能做四元的，我那个图吧，三角形的那个图，我不知道。我的 Python 没丢上，哎呦，对。不是 Gmap 的官网，它官网上面好像没有做那个五，就是五元像图。不知道。example 看一下，这里 example。
对，它最多就三 D 这个。没有再更高维了。没有。之前我都找过了，没有。那你就只好送去那。有时候用那个 ChatGPT 吗？ChatGPT 不知道。比如说 ，five variable main plot。哦，好，那个。训练里面应该常常会处理这种很多维的变数啊，呈现出来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五个变数啦。5D， 好，这我再看一下啊，因为我昨天找四维，哎、欸，我今天找四维的就有点困难。OK， 那问这 SD 图再秀一下。但他们发现在找博员讨论，可以发现什么吗？低温就开始变形。但如果他们退火是最高到多少？700。退火？对呀、啊。好像没有那么高啊。对，他们做的温度好像没有很高。我在问他，问那个博元校。哎，对，好，然后哎，看一下，那你刚刚我们有把比例和这个 entropy 画在一起吗？那他实验上最后获得稳定的比例是多少？实验上获得稳定的比例。哎、欸，他不是说会有析出吗？析出就算稳定吗？还是就是中间不会是完全都是 symbol cubic？ 那它有秀一个比例吗？是多少？这个东西哦，对啊，三十大概35吧。对啊，这个比例的话就更高一点嘛，是不是？那、这个比例要怎么排啊？老师说的意思是下面这个比例，比如说是 T4 嘛，啊这边只有 T1， 那、现在这边是怎么排？是原本这个占据钠，这是占据钠的部分嘛？T， 因为 T 是占据那个氯化钠，氯化钠 ，NaCl 哦，氯 T 是 Cl 的部分。Cl， 那现在这边个数比这边少太多了，那所以这要怎么排？
是把有些部分乱数用这个来用某一些来取代吗？对，我是这样做，就是我直接我 T T 还是保持在绿，但是它的空位的话就是 A G N N G E S B 随机进去这样子。OK， 对，那我们这边也稳定吗？然后说同比例的哦。对，那林哲进老他们做几种比例啊？四种。就是把 T 一从一到四拿掉。Okay. 然后。那不然我们就做这四种啊。这个。拉伸，不然我们没有做比对，这四种都稳定吗？是。OK， 好，可以啊。就是上面这四种。对。那接下来就是刚刚那个 SD 跟比例的图，好像温度还不够高吗？SD 跟比例的图。然后说 SD 的吗？这个不是 entropy 跟结构比例，你昨天不是有画一张？对，找一下。想一下，忽然忘记，哦，应该是这个。对，那比例是这个。那这边最高的才到14嘛，对，但是它到三十几，对，所以形貌看800，有些结构已经破坏了嘛。形貌看800，不过是震荡比较大。还没耶，看起来还没。破坏。如果拿800的，再继续让它 run 一下，还目前还在跑，会不会慢慢的？然后说 SD 的部分哦，对，结构让它慢慢在800可以继续 run， 它的那个 R 的比例会继续升高到三十几，因为它实验上看到的是三十几嘛。没错。对，就是我们就有可以有一个东西可以做比较了，不然拉伸曲线只有那个结构的，看起来太单调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就是要800的话要那个，那再跑久一点看看。对，因为你这边已经看到800是已经有会离开晶格点吗？会离开晶格点。那比如说薄冰会画那个。曲线轨迹嘛，那你现在可以画轨迹嘛？轨迹是轨迹，然后以最低温为基准，给波冰要怎么画？比较文字现在画一下轨迹图啊，不是看我不是秀那个陈军一张图，这边有很多线跑来跑去的。不是 MSC， 我不是有传陈俊的一篇 paper。Orbit 的官网，打开一下。
哦，我大概知道老师在说哪一张图了、啊。算了，那个东东。好吧，我比知道我在做什么，画哪种。那问是你也画一下吧，看这个 SD 的过程中，它到底是在附近震荡，还是如果它的轨迹都是集中在某一个点，那当然就是在附近做震荡嘛。那如果它的轨迹是已经超乎晶格之外，乱七八糟，就表示它已经离开它的晶格点，真的在扩散啦、啊。嗯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在那个温度下慢慢的让它长时间的 run， 应该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结构会慢慢的改变嘛，会越来越高嘛。对，到差不多35的比例的时候，你就在附近把它定下来，然后再慢慢做什么 optimize， 应该是不会再变回去了。嗯，那顺便用那个什么 CSRO， 嗯，影像度过啊，那我们波圈扣都写好，就是要把第一临近弄进去，它就可以去判断到底是哪两个会吸出来。好，好，那我再试一下。对，非常感人，这个 potential 就定下来不管了。好，应该是正确的吧？对。哦，那所以现在我要再做这四另外三种比例是吗？对对对。好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？嗯啊 ，XRD。贝塔 D 大概就到了，跟实验的 peak 很接近嘛，主 peak 很接近，原因那很小，就是有没有很比较严重的 distortion，distortion 你之前报告了一篇 paper， 里面有算它的量，这边，你还记不记得是哪一篇？算它的量，就是它的某一个原子 distortion 的量，然后说就是它位，就是有那个对位有。记得哪一遍我可以找给你，这是为什么每个礼拜你们要把 meeting 的东西寄给我，因为我们都会用到，我事实上都会做一个记录，你们如果不寄给我的话，我就没有那么方便的做记录了，OK， 主 peak 的对照其实应该就差不多可以了，对，主 peak 总共是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边是1、2、3、4、5，这后面这个应该就最哎呀，这些图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是它的退火的过程，就是。然后是这个吗？对，这都是它那个不同比例的。最后的成品是不是？对。这边，黑色就是那个 x 等于四，然后蓝色是 x 等于三，然后2跟1，然后他发现 T 的这个比例是2跟1的时候，它比较难形成我们这个像。对。然后它好像会比较。它有按它那个 T1 是1跟 2， 就是比例比较低的时候，它会是以别的项，就是好像是 AGT 和 AGGET 这种项形成这种结构这样。OK， 对。好，那它有原始 data 吗？你可以把它跟我们并在一起吗？原始 data， 原始 data 我可能刚刚拿，但它有给我那个主 pick 这个。就是旁边它有放这个主 P 的这个表格，对起来是差不多。对，那如果其他的几个结构，一二三四，我们要它的贝塔的画在一起。那你请那个，我也有在问一下林哲勋老师，是不是可以把实验跟这个摆在一起？好。那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。SRD 的话就是要做另外，就是要做另外三种结构，然后这个800K 的，就是拿800K 的下去让它跑，对，要调到这样的比例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边那另外两个不行的，就是另外两个就不稳定了嘛。然后是说，比例有四种啊。对。小于二的就没办法形成这样的项，所以他们不讨论了，是不是。可是他这边也是讨论 x 等于一。
然后他是说 x 等于1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是以 ag2 t1 这样子排出来的。对，所以他的意思应该是说，那个 t1 不见的部分，就是如果 t1 不是原本是比例是4吗？他拿掉的部分应该都是0去占。对，但是这比例是固定的啊，没办法用0去占啊。哦，对，没错，还是只能。对啊，所以要根据 SD， 我们用理论上均匀分布去弄，然后再让 SD 去升温，创造出这一种，应该就可以看出它析出的应该是 T1 跟1吧。应该是。好，那我再试试看。然后下面的话这边就是电导率跟热导率。热导率这个那个调就是有调对的，但不知道怎么就算不出来，可能 K 放影子真的太小了，因为 K 放影子再大真的算不出来。然后我现在主要就算这个机械性，来不及了，就只好摆在未来展望。好，那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没办法。对，真的算不动，大概就这样。对，好，那问自己把我们刚刚讨论的要做哪些图，再把它整理一下啦。